白头翁啊。高亢的嗓音是朱青松老师在北管戏曲前场演出的独到之处，这也让朱老师的乐音穿越前后场，给观众最深刻的悸动。还是咱乡土的艺术啦，古早日本时代有啊，但是哦，因为战争哦，战争今仔战争甲台东啊战争，佮全禁过禁个八年拢无。袂使演戏个，袂使听到鼓吹声，袂使听到那声。啊，讲完后，啊才大家搁兴兴趣搁再起，啊搁再起，啊再大家搁再招，搁招招主题音啦。啊，这主题讲钱就有啊啦，啊唔是咧赚钱，也拢咧花钱啦，花钱老个，甲咱外省啊票友同款，提前在请先生来教，啊大家来学安尼。你讲你阮干呐，阮管的这。都剩百外万年啊，130几年啊。其实我十六岁尾，啊来学钢琴了，应该是一个学一款啦，但是我因为。平别人较无同款咯，拢啊，这就减迄个哦，啊，这过来做啊，这就减迄个过，拢叫我做啊，做啊，我因拍杂的就对了，变杂鸭就对，变杂鸭就对啦，应该是一个哦，大花老生哦，是一人一叫，啊，但是我唔是啦，啊，像说哦，甲咱讲哎啊，这就这个吼真歹做。我的队来做安尼。民国74年，朱青松老师被推举为共乐轩总干事，致力发扬北管文化。他更推动共乐轩在民国98年登记为社团法人台北共乐轩民艺文化协会，往后则致力于北管音乐的传承教学。当当个啷当你个当当当个啷个叮当叮当啷个啷啷啷的南大一把翁早些咚咚个啷个啷个啷个跨天普镇。中西空一般在北管音乐里面啊，在讲到这个专业的师傅里面，不管是吹、拉、弹、唱、打，甚至演，朱老师他都每一个部分都相当强。那么尤其他的唱功啊。是被我们就是这一代人大家所认可，可以堪称是我们台湾很好的一个北管医师。朱老师他已经年纪大了，所以他在一些联络大部分都是我在跟他联络。像朱老师对北管戏曲，他也一直在教导一些我们这后辈的一些子弟来教他。像去年我们100年的时候，全部他的戏曲都是他教的。啊，像我们目前也是在那个大龙区公所2楼的印尼教室，也是有在训练北管，还有一些戏曲都由他在教。他一直想把他毕生所学都会把它献出来，这样子。繁华落尽见真纯，演奏了一辈子的北管戏曲。那些唱词和乐音已经深深铭刻在朱青松老师的脑海里，对他来说，这是日常生活，也是做人处事，更是他的人生观。看见普星总是空，啊天也空啊，啊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啊你若空啊。阿弟也空，阿来来往往，
丢火功。